早安，忙碌的一天，有一杯茶开始。最近喜欢喝这种Earl Grey 带香气的茶，也喜欢 Cinnamon。今天要带猫咪去看医生，我因为它的耳朵发炎了。好乖好乖，都乖乖让医生看。医生说耳朵发炎，定时擦药就没事啦。谢大师啊，希望是红到不红的那种。用一个煮过后再去烤的方式，来看看我怎么做吧。红糖的水 ，brown sugar， 就放了八大汤匙，在200克的水里面煮，煮到现在是冒大气泡的时候，一直煮到它变成小气泡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 walnut 放进去，核桃放进去里面，味皮进去。还有一个桂皮的香味，就是拆开一个包装的 ，OK， 然后就不停的搅拌，我放一层糖霜，我感觉为什么感觉好像不太够甜，糖霜加了点，就加一点进去，就把它煮到水。干了就可以了。
你看它已经开始收汁了 ，OK， 收汁了，很大的气泡。如果很干的，到比较干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把它装。所以我觉得是差不多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铺平在一个烤盘上，把它放进我们的烤箱里面烤。烤的时间是大概150度。我知道你看，哦，这里是。大咪又在睡大觉，喜欢猫的人都懂，看着自己的宝贝睡觉是一件很舒心很舒服的事情。他只是不喜欢猫的人，看到我们的猫在床上睡觉，肯定是哇大叫，不能接受。好吧，睡觉吧。嗯，这就是我的生活，简单平凡。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分享。猫啊，花啊，煮饭啊，逛逛街啊，希望下次还有更多新鲜的东西让你们看看。这是我跟我的猫咪在花园的互动，你看它的小肚腩是不是很可爱？好了，拜拜，下次见。